Happy New Year, everybody! Welcome to Face Holly. 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不可如画的 Lake Tekapo。对，然后并不是咱们这站的终点，咱们要去的是 Cromwell。对吧？克伦威尔一个水果小镇，那它现在是以水果小镇知名了。之前它其实是一个淘金小镇。对。然后后来。估计是淘的差不多了，开始刨地、然后这个淘金就是已经荒废了之后，它重整旗鼓，哎，这个小镇又重新以水果小镇知名了起来。对，说全世界的樱桃哪儿好吃？是新西兰的。那新西兰的樱桃哪儿好吃？就是这个 Central Otago， 而 Central Otago 的 Central 就是这个 Cromwell 了。他这个其实。不光是樱桃，就是叫 stone fruit，就是里头有一个硬核的这一系列水果，在这边都挺好的，比如说杏儿、李子、桃子、樱桃嘛，对对对，就是那里面有个小 stone fruit， OK， 这一片长得都不错，是是，昼夜温差大，日照充足，是吧？对，所以他们其实这附近也有很多酒庄。是是是是是，那咱们就一起去看看吧。哈哈哈哈，还有更多。这是今天咱们的午餐 ，Better Better。这是鱼薯，这是 Dirty Fries。这是炸鱿鱼，是吧？突出了一个特别能吃。能先扣上，放到车上，省得被海鸥偷了。好 ，Let's go。太饿了，等了好久。是吧？网传说挺好吃的，其实就还好，但是确实不难吃了，是吧？那咱们赶紧吃，吃完了。然后赶路。还有一盒。现在干嘛？到达了一个景点。来，咱们参观一下这个景点。哇！这么多警察。警察叔叔查酒驾。然后现在咱们是在 Central Otago， 是吧？最逗的是，他说前面有一个 barbecue 摊儿，免费香肠。对 ，If you feel a bit tired, welcome to Central Otago。那对，这本来不饿，本来不饿，必须得吃，就是要体验一下热情。足斤足两，有一些洋葱和一个面包片，是吧？哦，还有黄油、番茄酱，是吧？来一口，免费的就是香。有人抢我台词儿。哎，现在已经拿上了房卡，一个小木头牌是不是？一号，这还有车库是吗？来，咱们来看一看。哦，所以说咱们在楼上。哦，在楼上是吧？咱去楼上看看。上来楼梯就是咱们的 C 号。呵呵。哎，这就是房间了，什么都有是吧？哇，这个小湖景还可以啊！哇，底下已经有油上的了。跟鸭子一起游，咱们也可以从那边下，那边下。那这应该是不能钓鱼了。外面写着 no fish， 是吧？要不然容易钓起来人。看看屋里。咱们来一个 open home 是吗？来，首先这个。欢迎您来到 Marston。Hotel Centric Tours， 是吧？这个可以看到，它这个房间主要是突出了一个，一应俱全，是不是？卧室跟开放式的厨房放在了一起。两张双人床，然后你的身后有一个小衣柜。Built-in wardrobe。还是 tile 的 shower， 还是 tile 的 shower，
档次很高啊，这个。我们在这里住两晚。那咱们去镇上逛一逛。一哈，现在咱们已经来到了，这是杰克逊果园。对，来买点水果，然后发现了旁边有一个艾斯克雷姆，那必须得是来上一大个了，还是 real fruit。对。现在咱们到了酒店，刚去了小镇的超市转了一圈，对，买了点吃的吃的因为下午的那个警察叔叔警察热狗太顶了，实在是晚上去餐厅吃不下了，对，就买点小零食吃一吃，今天就算对付过去了啊。然后咱们以酒代茶 Cheers， 明天见。带上房门准备出发，今天咱们去哪儿？早上好。今天因为我查的这个小镇也没有特别多的东西嘛，然后我们先去一个戈壁小镇。隔壁小镇远一点的，传说也没有很远，就大概20-30分钟开车，是吧？嗯，对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克莱德，只有云知道，是吧？冯导的，对，那个电影。OK， 去看看取景地，取景地，看看冯导的品味如何。今天预报是待会会有雨。是吧？现在天气还挺好的，是吧？咱看看天，今儿天还不错。昨天就是低估了这个天，我那么厚的云，吃一个热狗的功夫，就给我脖子晒脱了皮了。今天抹上防晒，咱们出发。哦，现在咱们就来到了琼斯果园，著名的琼斯大妈果园。对，有多著名呢？咱们来看看。哇塞，这也太著名了吧，两个大巴已经停好了，嗯，还都空着，是卸好了人的。对，这一下我就不想去了。那这边也有一些 local 一点的，对，确实比杰克逊大一些啊，比杰克逊繁华一些，是不是？走起来。这是白樱桃 white， 看看那个60块钱的，这是红的。刚才咱们了解到这个是出口型号拉尼的34，就是大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的天，可以。然后旁边的散装呢就会稍微小一点，其实吃的已经完全够吃了，也都是黑黑的。要不这样，咱们去旁边的小果园先去看看有没有，打探一下价格，看看有没有更便宜的。现在咱们就来到了另外一个水果商店，就是距离琼斯大妈300米的水果商店，水果店。一下它这个虽然价格下来了，但品质它主要是混大流，是吧？就红的白的都有，而且这块感觉来的人也更 local 一点，没有旅游大巴了，是吧？私家车就多了一点，那边也停了一大排。这块自己吃还是挺爽的。那咱们再去下一个，跟着路牌的指引，哎，到了一户。应该是农场主家里头，这感觉直接到了敌人的腹地了。已经打探好价格了。已经打探好价格了，什么情况？15一袋。15一袋。看着好像还行。还行。行。咱们整点呢。去看一眼。我觉得已经没法再好了，这直接干到人家家里了。只收现金。只收现金吗？那这绝对到位了，后头就是冰箱，直接买。我的天。那我去车上拿点。行，你去车上拿点现金。
也先来，先来两袋。You want two bags? Okay, no problem. You're welcome. Thank you. You enjoy. They're very nice. I believe so. 哎呀，已经迫不及待了，迫不及待了是吗？迫不及待。洗手。洗手。刚才跟老爷爷一聊，发现其实那个老爷刚才卖咱们东西的老爷爷就是他吧，就应该是他把自己做成了 logo Mr. Henry， 然后告诉我们可以 online order 是吧、嗯、然后咱们看了一眼 size， 其实比第二家还大呢，这个大概就最起码是32的吧，对，最起码是32的对吧，而且还给你洗过。Ready to go. Ready to go. 嗯，这不 ready 我呢？嗯，我也 ready 了。Hello， 现在咱们已经到了 Clyde 克莱德小镇。对，对，冯导的只有云知道的拍摄地是吧？嗯。那他那个桥呢？就在身后。当当当当，哎。这个就是他们开那个中餐馆然后上下班通勤今天走的那个桥是吧，嗯啊、嗯、然后这个其实这个周围景色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对是吧，太阳又出来了，太阳出来了一下可以感受一下、嗯、是吧，群山环绕的这种状态、嗯、是吧，绝对是这个天人合一的好地方，冯导会选地儿哈，啊，小冯还可以，小冯还可以。我刚才看网上说他在那个镇上的一个画廊还买了四幅画，是吗？然后那个画廊老板就开心的在那个 Facebook 上说，中国斯皮尔伯格来我这儿到访，然后他特别兴奋什么之类的。那他这么说，那咱们的。张导，他有问过张导这么意见吗？老谋子，老谋子，那不管人家，我你来，你有本事你也来我这买画，我就称之你为那人叫谁来着？詹姆斯卡梅隆。对，你也来买画，你就是中国的詹姆斯卡梅隆。掰倒一下。你要不来买画，斯皮尔伯格就是他。好，刚才我们来开车过了那个中餐馆的那个取景地，哦，一个西餐厅，当时是给改的是吧？对，然后我们待会儿去镇上那个镇上看一看，对，小镇还是真是不错。这是一个邮局咖啡馆，邮局咖啡馆，然后旁边就是这个一个小博物馆，小博物馆是。现在已经中午12点了，他还没开门呢。他不是不开门了，他是一点才开，别来这么早，你起不来，我也起不来。现在咱们就到了这个餐厅，这个餐厅叫什么名？云 chopstick， 是吧？嗯，云筷子。对，它其实是个西餐厅，叫 Oliver's， 是吧？只开晚餐。对，他现在没开门。啊、嗯。然后现在只有对门的咖啡店开了。这个镇上我看一共也就两个吧，三个餐厅，是吧？晚上开门，然后还有那么三四个咖啡馆，现在都开着。是这种小石头牌还是？对，它有的人家也是这种，不光是这些店面。店面是，我很喜欢这种小石头。这几家店也都是这种风格。小石头墙。现在咱们来到了一个小的 lookout， 对，然后前方就是 Cromwell 小镇是吧？然后是它的，就是我们待会儿要去的那个遗址区，对 ，Heritage Precinct， 然后就在正前方箭头的位置，对，哎，大概就是这块。我看地图也写的，这是那个 Cromwell Old Town， 就是旧址老城区。好，咱们去看看吧。现在咱们已经从 Lookout 跳下来了，游过来了，嗯，来到了这个 Cromwell Heritage Precinct。对，那给简单介绍介绍。
遗产区，然后因为也是 Cromwell 的一个老城区嘛，我估计就有一些当时的淘金时代的那些小建筑保留的那种。但是我看这个我觉得啊，它就是这个意思，它不是地图上的标号是这些地方嘛。嗯。嗯。是一小圈是吧？就比如说这个14号，它写的是 tent house， 就是帐篷屋。嗯。对吧？但它对应那个现代的小牌牌，它其实现在是在卖那个薰衣草制品的一个小商店了。哦。对，或者是比如之前干嘛，现在干嘛？最后一个是那个邮电办公室，邮政办公室，然后现在是一个小酒吧。所以我猜它应该就是外部都是当时的样子，然后里头就变成各种小小商铺，然后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又适合学习又适合旅游的一个小景点儿。小景点儿了。嗯，那咱们底下还有说。1月2号有一个葡萄酒美食节，哦，然后每周日还有集市，是，朋友集市，对，哦，应该是作为迎新年唯一一个 Cromwell 的景点，它也得好好利用起来。是，那咱们逛一逛这个旧城区吧。对 ，Let's go。我们先从这边走去那个一号 ，Mike Nulty。哎，还真是他，终于找到了一号。嘣嘣嘣！不在家。哎呦 ，Naughty 不在家。Naughty 今天不在家。那算了，现在这是他们的主街是吧？嗯。当时的这个繁华的景象还是能看得出来，这块有马车，是吧？赶大集，而前头这个就应该是艺术画廊了。它现在是艺术画廊。哦，当时是哦，当时 Wine Spirit。嗯。是吧？酒店小酒馆。对。咱们去艺术画廊看看。算了。没有那个艺术鉴赏，也没有中国斯皮尔伯格的钱。有道理，还是有点游客的。这个是个小展览，小展览可以。啊，介绍一下是吧？小展览。当时的那些工业器材，这块还有电话，我给你打一个。动摇，我是动管，收到请回答，收到请回答。你好，正在为您转接动摇。快点，首长着急呢。通了吗？动摇收到了吗？答错线了。那总体感受下来，咱们这个 Cromwell 这个小镇的话，其实还是挺不错的，是吧？对。风景如画。生活很惬意。哎，对。然后镇上的话，咱们也看了，其实基本上算是应有尽有。对。什么 New World 呀、啊，什么。图书馆，什么学校 ，rugby， 对各种球类的运动的那个场地，对，该有的一个也没少，而且它景色有山有湖，有能 recreation 的地方，对，然后远一点，一小时到皇后镇，一小时到瓦纳卡，两个多小时到 Tekapo， 四通八达，对于这些，就你要想这个。去周围逛逛，还比基督城都还方便一些，适合旅居这块是吧？对，可以。那咱们的行程也就接近了尾声，是时候和 Cromwell 说再见了。然后我们下一次出游再见，拜拜。